同样一个角色出两个完全不同形态的玩具，挣钱这方面小日子玩得够明白呀。今天来玩 BW2 搞笑二人组里的另外一位成员冲锋。冲锋是 G2 机械战争系列里的威震天重涂过来的，整体配色很像胜利飞燕一号。冲锋和晚歌在动画里就是一唱一和的存在，而且浑身反骨。メガストーム、えらい張り切りようでな。そらガルバトロンのおっさんがおねんねしとるさがいい。己がチームリーダー思ってんちゃうの？きついわ。前で。お前たち、お手打ち叩いてる暇があったらすぐにでもライオンコンボイを発見するんだ。分かってまんがな。今探しとったとこですやん。浑身上下八百个新眼子，并且喜欢拿个鸡毛当令箭。下面就看看变形结构吧。然后把腿上两个小东西抠出来，两个小东西可以组成一把小枪。这个脸是正儿八经的威震天标配水桶头，和晚歌一样，冲锋的武器盒子以及纸品都比玩具主体贵很多，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收好。另外就是冲锋在动画后期进化成了冲锋猿，也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生化恐龙，这个就放在后面再给大家介绍吧。